我讲今年的福袋是爬到开店的上面来，第一次我们这个福袋。这个福袋在新光三月，我讲已经变成一个每年的一个。我们今年很特别，我们今年推出了888个福袋，售价1888元。这里面的商品呢，我们整个组合出来啊，我们是5014元的价值。Thank you.